尾后，咱来找七个兄弟姊妹，甲伊请安，我真欢喜看到你，上帝祝福你，七个兄弟姊妹。
所以感心啦吼，啊，咱真多谢啦，主要是教会啊，那么所以来锻炼咱啊
第一届的这个敬拜站呢。啊，正式代表 TBC 欢迎兄弟姊妹来参加这届的灵修会。我无敢查，咱这届伫这个啊，明年在 Hot Spring， 今年在第几年，有人有记录无啊？至少十一年啦，我知影这有十五年啊，吼，连续十五年啊，十几、十五，今年十五年。呀，咱真感谢上帝吼，十五年咱无停止练啊，即个啊，咱一年办比一年搁较啊有经验啊，搁较成功啊。即个为旧年开始吼，咱增加一顿啊。以前咱拢是食饱了后吼，啊，大家啊暗时食饱了，规个礼拜都困啦吼，咱搁足无彩啦吼。特别咱即摆大家年纪较大，真侪拢已经退休啊。虽然是对一挂咧上班的人较抱歉，总是今仔日即节是摩纳斯啦吼，咱有加收钱，也毋过加一堂课啊。摩纳斯，互咱大家较早来，啊来来遮领受啊，即个丰盛的灵。啊，也拄啊好，其实咱去年开始有安尼，就是因为咱请一个讲师啊，买一送一安尼吼啊。吴牧师啊，甲吴牧师因夫妇啊，咱既然要来啊，爱来做伙来，所以啊，两个做伙来，吾嘛讲啊，一个阮丽玲吼，吴牧师爱通甲咱来分享啊。旧年若来过人，就小仔知影，因为简介拢有伫咱的手册内底吼，手册内底。啊，我真爱来参加即个灵修会，就我来遮吼，你新闻拢全关起来安尼啦吼啊。刚才有一个神医阿姆蔡医师吼，讲啊，叫牧师叫你阿姑啦，啊，不是，伊爱叫阿姑尔吼。今仔日的讲完这，黄义文牧师嘛是爱叫阿姑，那是确实的吼。啊，蔡医师是较远的一个，我那是亲戚啦，所以我身份真悬。啊，也真感谢吼，就是这个。讲起来真歹势啦吼，吴牧师是我主日学的学生啦吼，啊，这主日学生不是单只，后壁还佫一个吼，啦，为台湾来参加哦，主日学生几啊个，不过亲像咱今日第一堂要讲的吼，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咱有一句话讲什么？青出于蓝必胜于，这就是吴牧师啦吼，啊，虽然以前做我主日学生，即摆是原来对学习的真多吼。啊！伊今日第一讲要来分享真耻教会，虽然伊拢伫顶多教会背景大汉，啊，即、這个吴牧师伊本身也是读音乐的，伊本来伊是专调是音乐的，吼，正好搞偏咯，指挥圣歌队啊，中华基督教片也是中华教会圣歌队指挥，所以音乐方面是个专调，总是后来啊，上帝呼召啊，甲吴牧师结婚了后，啊，因开始。咱拢有听见伫中部啊，正式教会即几年发展非常的啊，上帝非常大的祝福啊。当然，因有因特别的一挂经验，也是对上帝遮领受的即个恩赐。所以咱今仔日即莫老师即堂要请啊吴牧师来甲咱分享吼，正式教会的经验分享啊。即、這个就是，即届咱的手册有一挂填充啦吼。啊，请咱大家注意爱听啦吼，咱到时要检查一下吼，迄中间啊，你若无听到，就毋是咧度孤，就是毋知影迄个，所以你爱有听吼，关键有一挂经节你爱听。啊，咱先来读这个《哈该书》二章八十到九十，虽然是迄个咱用台语来读啦吼。万军的耶和华讲：银啊是我的，金也是我的。这个地后来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，在这个所在，我的确要赐平安。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，上帝的话语。荣耀后来荣耀要大过啊以前的荣耀，咱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予啊吴牧师吼，咱好不好来交还你？台北是一部牧师，伊所定的吼。啊，
我不叫伊个地方。啊，我是另外来讲，旧年我真侪分享伊啊，迄堂讲着真实教会吼，伊个创新甲伊个理想甲伊即卖目前个情况。啊，但是即阵吼，我想啊，我真意爱个，特别分享是我个生命一部分。啊，拄啊，全新老师讲，我是伊个主要学生，我怎样去一个适合应该个啊啊，后来做真做一老师。啊，真侪无输赢了，全由透过教会，真侪我真大诶帮助，嘛真大诶啊，应该是潜在能力的发展吼，发展我，所以艺术到我即卖会当做即款诶事工，即个拢是因为教会缘故，所以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是我诶生命所经过，有教会对真侪诶现主持实诶我诶部分，啊，即、這个部分内底我想我真。用我的个见证，也是用一寡真理，伫即个面甲大家来分享。啊，拄则咱读过即个圣经，才讲啊，万古利亚和我讲即个地，真歹势吼，我爱就头一即个，我的地位哩，即卖已经真啊，无有地认证啦吼。所以即个地啊，金甲银拢是上帝的，上帝讲即个荣耀面。后来荣耀要赢过真正的荣耀，啊！伊咧厝边啊，伫即个过来。啊，我真意爱的一个圣经节是啊，即、這个圣经节，咱再过来读看无？即、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到位，是真理的救恩。即个圣经节即几年，我真侪思考，嘛做真侪思想。这个家是永远活上帝的教会，是真理的调教甲根基。我真希望咱这个时阵会当有一点仔时间，咱会当互互动一下吼。咱两个人，两个人一组吼，咱来想看卖调教甲根基，因为到底有啥物是共款的吼？因为有啥物款的无共款，伊佫有啥物款的关联？我们现在两个人，好，调教跟根基，你用建筑来看，吼，咱用建筑，咱不是建筑师，不过我相信咱拢有一款的概念，吼，调教跟根基，伊到底有甚物款的无共款，伊佫有甚物款的关联呢？我开放几分钟，一分钟，让大家讨论，好吧？读书无顺利，恁讨论了啊？下多声啊！我是一个用图像思考的吼。现阶段我搁爱逻辑爱分析，啊，搁改换做 picture 哈，我才有法度较深入的了解现阶段在讲啥物话。所以这个现阶段对我来讲，啊，伫我领袖班，我咧上过一节课是这个主题经文是这个吼，已经互我拍动我的心。上帝说这个教会是他的家，教会是上帝的家，是我们的家庭，人说我们是上帝的家庭，上帝的家庭。然后我跟英文老师没见了，啊，我已经要60岁了，我要58岁了，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家庭，有人很多人说无后是一个遗憾，没后代，我没有肉体后代，总是我很感谢上帝，伊赏赐我教会做我的家，所以我的上帝的子女孙，子女真多，一代过了一代。啊，我有娘讲着，2007年的五月，阮家的客厅开始，真是教会伫彰化的开始小组，第一个小组是阮家的客厅开始。
伫我的楼客厅，一直到过冬年，2008年，哇，好不容易才变成三组，一组变三组吼，所以这個成长是足慢的。后来到2011年的时阵，变做两区，两区对我来讲话就是八组，好经过一段时间，所以我的家庭变做开放家庭，变做小组的家庭，我开始养饲我上。从迄个时阵开始，为逐个人，到即马，我彰化甲观音，我旧年来时，我有甲咱讲，我观音五月开始，我六月来到遮，我观音即马84岁，然后我旧年因生日是40，所以会看到着，我为彰化换两区八组去甲观音的所在，搁迄个所在继续成长，即马彰化甲观音即马拢总450。我今年底11月底，我打算要搁去移民，要设立分店教会。为虾米呢？因为我真知影，上帝的教会是一个家庭，是肉身的家，肉身的家庭，下一个后壁足大的后盾，就是这个上帝。真侪人的肉身的家庭，因为家庭的建设并无真完整。伊需要教会这个家庭，这是上帝创造咱人，就是要伫伊个教会内面，伫伊个内面来加做，来内面来长大，来伊个内面，咱会当来成长，伫伊个内面，咱会当成熟。所以，这个圣经章对我来讲真宝贵，因为我活伫这个圣经章，这个圣经章是我个生命内底真重要。我是安那，哈尼爱伊爱教会，我是哈尼伊爱去扩点教会，开拓教会，开拓教会。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，这是上帝给我的使命。这个教会，上帝的教会，这个所在讲，伊是真理的调教，也是根基，所以。上帝的教会，伊起造是用上帝的话来起造。拄则咱咧讨论，地根基甲条件啥物无同款。啊，敢有几组会当讲？一寡你拄仔讲的答案，咱头先请全信牧师一组，恁讲一点就好，袂使讲两点，一点就好。根基是基础啦。啊，调酒爱敢若讲，你爱先挖好，啊才开始采调酒。啊，你一点了啦，一点袂使啦。你讲两点吧，我要搁调。来，你往出去做。好。调酒是用什么做机器？调酒是机器。啊，电。OK， 好，我即马过来后边，来，休息一组。根基甲条件拢爱是坚固的，袂当坚固的哦，真好。后来我咧，我点着看比到哪一组，歹势我后壁我已经无法度头知影你的名吼。我敢袂使邀请这组咱迄个重要无？
非常重要。咱拄仔讲，因两个拢是爱用的，对无？那是军机，我问你，那美国即卖是倒位上房地产上好？单一区，单一所在。哦，纽约哟，好，主讲哦，马哈顿哟，遐一个一间厝，伊足水的，外观足水，内底装潢足水的，迄个设计师迄个人哦，足济去装潢伊的厝，伊买啊，主讲伊是$2,000,000，吼，啊，迄个所在是应该是$5,000,000的厝，伊用$2,000,000的卖伊，你要买无？买无？收收，你要买无？一定要买对无？总是有一点，伊的这间厝的根基无用，你要买无？伊绝对讲我无。是安怎？用根基做个地方，伊是咱在六年看到的，所以咱会嘛是安尼的个，所以咱会足忽略着根基的重要性，对无？咱足忽略根基的重要性，咱刚看到地面上的面所呈现的，咱无去要紧去的。今仔我伫这所在面要甲咱讲的是，上帝伊看到咱的生命，咱的生命唔那是行伫外口疯狂，咱的生命行伫外口疯狂，咱拄仔讲主是因为根基的缘故，所以你基础伫咱内心内底的基础，咱有看到。咱的心内底的基础，伫对一个基督徒，咱心内底的基础是应该是啥？是咱在讲的内在生活，对无？内在的生活，耶稣甲咱讲，咱若要祈祷，爱入去咱的内心祈祷。咱毋是伫外口祈祷吼，无像一个法利赛人，咱爱入去伫房间底。伊甲咱讲的是，咱需要甲咱这个天顶的父有真正真好的关系。我要讲，这几年来，十几年来，伫我的生命内底。上大的啊，开启的是我甲这个天顶天父上大的关系。我继续要讲的是，为什么我会成为今天的我？我是想到我会真侪今仔日的我。我唔知你过去你捌问过一句话无？你捌问过讲，我想来真侪今仔的我。我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我？啊，你在问这句话的时阵，是你真顺时的时阵吗？啊，是你的环境对你造成威胁？啊，是你的生命？啊，是你的家庭？你拄到恶当当的事，你问这句话，你甲隔壁搁分享一下吧。是好的时阵的人举手。你问这句话是你好，你的状况真好的时阵，你问这句话。OK， 你问这句话是因为你有二当当的事，还是你未得过的时阵？好，多谢。啊，咱无举手的人是无意见，一半拢无可能。伫我过去的我的生命内面，我问这句话是因为我拄到二当当的事，是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庭让我真正。我细汉，我家己的原生家庭，吼，我的姑姑就是我的叔叔，吼，即阿姑拢是看看我大汉，吼，啊，我的妈妈这边的阿姑甲阿姨嘛伫遮，吼，所以我是伫一个虐待的家庭，受虐待的家庭大汉，是语言的虐待甲肉体、肢体的虐待大汉，所以伫我的内面，实在有真侪细汉带着我的伤害，到细汉带着互我的一个。真歹穿见笑的代志，我也是认错。所以我阵我常常，我问一句讲，一句话是，是安怎我会吃做囡仔饭？所以我阵我常常拢藏伫我的被单内底，我哭，我问我哭落什么呢？我毋是哭落这个天顶的上帝，伊阵我甲上帝的关系小学阵，也无啥清楚这个信仰吼。
我拢会靠我阿公。我阿公，我伫我阿未出世就过身。我听人讲，我阿公是一个真好个、真好个人。长公公嘛，咧个遐个甲我讲，恁阿公是一个好人，伫地方，伊是火车站、火车站个站长。但是我毋捌看过我阿公，所以我拢靠，我拢会靠讲，我阿公是安怎，你变遐尼早就过身？你是安怎会当伫即个厝内底会当活长退休？所以，因为你离开阮这个家庭，阮爸爸、阮这个、阮叔、阿妈真歹看待咯。所以，我的爸爸嘛，因为阮阿妈的这款的个性，阮爸爸甲阮妈妈一起，阮爸爸甲阮妈妈的中间，阮爸爸真歹做人。所以，都是到我的爸爸，伊之后真也拢伫外口，伊一段时间是天天住。我的爸爸伊憔悴伫外口，会当互伊避免倒来厝。面对这款恶感的事，总是这款的情况，牺牲就是我家的囡仔，我家无囡仔，我牺牲，我儿子在干哪里不对，我受牺牲。所以我真侪时阵，我问讲，为什么我会成为今天的我？我老爸文化团体的代表，然后你讲你喜欢做你自己吗？我一直跟我谈啊，我咧甲我做指挥所。我会当甲你讲，我是，唔对啊！我若是一帆风顺去退休回转落去，我就干的，我感觉就讲，我对我的人我是肯定，我肯定。总是愈来愈久了，我感觉我若是消耗去。这时阵呢，真侪时阵我不喜欢做我自己，我感觉我是安那袂当维持伊迄熟练的，真正常常伊迄属于咧成熟高峰或热情的，对。是安那，都爱每一个一课会一课会安尼来帮助我会当徛条咧，坚强。我想我即摆咧讲，讲到咱内面足侪人，咱会来信的话，只是咱无讲出来。即个情况就是我想起，爸爸有一只象爱熊，伊伫马戏团内底咧表演，啊，伊互绑伫即个链啊，链子啦，或电梯链啊，啊，伫迄木栓内底，就垫滚的迄个所在。迄台即只大象已经会当，安尼来讲，也会当拖几吨的木头木材。迄、那个木栓伫涂骹，根本都无法度把家己困住。毋过即只大象伊连挣脱、连挣扎拢无。所以有人就问即个驯兽师讲：，啥物伊遐尼啊顺服伫你下底骹？伊讲，因为伊从细只时阵，伊都好放伫即个木栓外边，即个连栏内。伊捌挣脱，伊细只时阵，伊捌伫遐轮回，伊捌挣脱，但是无遐多，伊也袂过一条链啊，袂跳袂过。伊讲大象有真好个记忆，所以伊了，伊渐渐大只了，伊有力，伊会当帮助人拖真侪物件。毋过伊前，伊从来毋捌阁怀疑讲伊个困难会当赢过一个链子甲一个木桩，所以伊就安一世人。所以我要请问咱大家，是啥物困住了伊？是这条链子吗？还是这个木桩？是啥物问题？是伊的记忆的问题，伊过去的经验困住了他，是伊的记忆困住了他。所以我拄才咧分享我我家己，我一时间我活到四十几岁，我的记忆困住了。我细汉的经验，甲我捆绑着。我过去的思想，甲我捆绑。我感觉我无可能，我这一生就是安尼。我会当伫人头前真风光，不过咧，真侪时阵我思考家己一个时阵，我感觉家己做得好哀伤的。我嘛因为安尼，我足侪努力，每一届若是像啊，迄阵过我节也是过我节。也是圣诞节啊，我拢会着，我拢爱食安眠药。那安尼，我有几啊届我着忧郁症啊。有个牧师是精神科吼，啊，我伫彰化吼，皮肤科诶医生，佮伊太太皮肤足白。有迄个胃肠科诶医生吼，伊太太胃肠足白。有精神科医生呢，呀。也困眠就罢，这三个医生一个是高医师，一个是
正医师指的是黄医师，哈哈。阮伫彰化市，阮常常拢是伫大同，阮常常拢伫遐咧讲生肖吼。我有几下间我得忧郁症，有啥物我会得着忧郁症？因为我需要努力，我需要正面，因为我过去我诶无好诶家庭吼，我成长过程遮伤害，我好忽略我伫阮家我有姐姐有弟弟，所以我是阮家阮公是家，我妈妈常常拢甲我讲。你就爱去白头看，白头翘的。你也知影阿嬷会淘气，也知影阿嬷即马咧白色翘吼。你才会知影即马阿嬷即马安怎。所以呢，我为着要爱讨回去，我就爱真会晓去软通，也是真了会晓帮我照顾我的阿嬷，莫惹伊生气。所以我从细汉我就爱读册啊，我从细汉我就爱饮水，我从细汉我就爱用冰打打我的食物去餐厅给客人吃，我就爱读册啊！我一直到我读，我搁教册，我咧教册时，我的爸爸，我甲阮爸爸讲，爸爸，我教钢琴，我教一个钢琴，你着使请一个人，一天会读册啊！我互你钱，我的爸爸甲我拒绝，伊甘愿家己一个人，爱知我软心，所以呢，我就爱甲学生停三工的学生，甲伊伫七点读册啊！我一安尼，我听了我会当暑假，我会当教二十个学生，我听二十学生会当互伊请二十个人来读册甲伊玩。伊干那要伫我一个人，我爱甲伊切甲伫读册。我甲伊文牧师结婚了，伊嘿，我入去香港。我当时我结婚了，过顶个月读册嘿收册啊，伊敲电话我讲，我要入册啊，即马无人到入册，你等下到我入册。我甲入册啊，我甲甲海册啊去车顶。所以我即几年前，医生甲我检查我的胃，我真多，讲你前这受伤啥在，这前细汉你已经做过头啊，所以前咧发展安尼发展的过程，伊就是安尼动安尼压到已经是狭窄了。所以你知影，咱的过去，咱若要讲每一个人的过去，我足侪事足侪故事通讲，咱每一个人有足侪故事通讲，但是这个故事是对咱有利用的，还是这个故事伫咱内底是真做毒气伫咱内底？每一间想到，咱想到是少唔甘愿的；咱想到是咱少生气的。虽然咱信主久久，有可能像像我第三代，咱因咱遐也是过着这款的生活，咱的思想也是同款。若是安尼的时阵，我要讲，咱都来讲，这个殿幕后的荣耀要胜大过于先前的。你安那会当后来的上帝的殿？会当荣耀行过前一代，上帝的殿是每一个人，个人伫遐真侪滴无。咱每一个人啊，无法当来赢过去只，互咱去伤害。咱要安怎样？上帝会当会会当荣耀。我伫即十年来，我伫个时刻，我嘛好教育，我嘛去教，我嘛去教。所以这个所在，我要跟咱分享这个我唔知咱偌济人知影这八道，这个是冰山一角，这个作者心理学家叫做萨提亚，好萨提亚，伊咧讲的所在就是讲冰山，咱敢会知影冰山离冰山下到上的比例偌济？冰山吼，离河面上面透出来有偌济？有人讲百分之一，有人讲10%，所以咱看袂到的，伫水面下骹有百分之九十，所以铁达尼号是安怎伊的沉船，伊估算错误对无？因为伊就是看袂到，咱无感觉，伊无感觉迄个有危险性较大，放伫水面下骹有较大遐尼大。的影响，这个所在要跟咱讲，其实咱每一个人，咱的思想，咱每一个人在咱的内面，就是安尼。咱的表现的外口给人看的现象是占偌济？10%，92%的脚拢是别人看袂到的，啊是咱的经过恁内底一般的翻腾。啊！咱的观点、咱思想、咱的情绪，然后咱用行为发表出来。
啊，在咱常常阿妈婆内底上会当看见着无？我家己问牧师吼，我拢感觉讲，我嫁你较济代，较年济年啊吼，啊，嫁一届尔，无足济届。我十九岁就伊，我前世人就共款，伫和平教会大汉的，啊，我十九岁开始恋爱吼，啊，我拢讲我即马五十八岁，安尼我嫁伊已经几年啊？我嫁伊四十年啊，我嫁伊四十年，我想讲你应该足了解我对无？我感谢一。所以你就知道我，你知影我是要创啥对吧？系啊，啊，你跟我讲话，我来这个口气，你应该知影我是啥物意思对吧？咱阿母常常拢爱对无？然后真济时阵，伊无无事拢甲我讲啥？你阁袂使直接讲，你莫互我摇，食歹摇，你知无？我真正我常常拢摇唔对，啊，就吼你生气，我嘛艰苦，你嘛讲，我都袂使直接讲，啊，我会讲啥？啊，你都无到罗马丁克，家己袂？对啊，咱两个默契就是不用讲啥，你也知我咧想啥，啊，你叫到亲密。咱人有这种咧培养咱的亲密感，咱会发现讲吼，失败较侪对无？尤其阁是我吼，我过去我讲我伫迄个原生家庭了，我后来我变成一个完美主义者。我唔知道，哎，完美主义者，你知迄严重性吼？我伫阮家流涂骹，我哪里有你敢知？我过去趴伫涂骹里，我流了吼，我着爱到远远看，啊，往正着迄光线来看，看，还阁有反正有垃圾嘛，安尼阁无够，我阁趴伫涂骹，趴伫涂骹，若是有一间吼，我趴伫遐，啊，伫遐下一阶安尼看，看反正还阁有够清气。我就爱安尼流涂骹，我才感觉弯弯。所以，若是伊无无说下班回来，伊一脚袜啊，放伫倒位，放伫无应该放的所在。我指挥到，我就爱用啊，我拢我后来才知影讲，原来我是叫做属灵的虐待。我甲我的圣官伫员工吼，即马开始甲圣诞节拢总十一届。你若无练习超过三分之二吼，啊，你就袂当上台，袂当上台。啊，我都，然后我用一句性格怎安来讲，阮同学会讲，你若伫小事上忠心，大事上神就会托付给你大事，对无？我拢一句话讲，所以每一个人敢会当安啦，敢怒不敢言。后来我才知影讲，我往来叫做属灵虐待的感觉，因为我。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一点点成就，我有机会，我伫中华，人拢讲我机会足好诶，所以我好不容易伫遮，我会当互我的公公婆婆认可我、认同我，我哪会使哩毁于一死对无？每一届我机会足侪人流目屎，我感觉我继续落去，所以我这心中会通迄个渴望有无？我不对我家己的渴望，我对别人对我的认同，好嘛？然后渴望内底有一个认同。接纳，这拢是无讲出来哦，都是伫我心内底哦。所以我伫外口表面，我所行出来，我所讲的，我所甲因定下这原则，其实拢是为着我心内底遮的物件，人无看见的物件。我若是无心详细入去探讨我家己咧想啥，我是安怎咧做？这个过程内面，其实真侪时阵。我不是用我家己咧做一切的原则，我不是用上帝的旨意咧做原则。我是出自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也是罪人的一个部分。我并无徛伫天父上帝阿爸父的心里内底咧做这代志。所以过去，所以迄个过程内面，我真艰苦，直输到我得忧郁症。我妈妈断的时阵，我妈妈因为我的遗传性疾病，伫五十几岁就我婆娘讲着，我妈妈听较无听。我讲我的妈妈，我一定用手甲伊烘胎，伊要按摩，我一定用我的手。我会当伊边啊照顾，我会使免困。啊，我姐姐甲我弟弟来，因为我的手骨来，手袂来，所以我妈妈要伊甲伊按摩时，我的弟弟去医疗器材行买一按摩棒来，啊，甲我妈妈讲，啊，你用这按摩。
我心内就感觉啦，我会发现赛人迄个眼光倒来吼，我感觉阮弟弟安那不好，因为好心就爱用我的标准才叫做好心。你敢知即个部分？我接我我家己，我嘛接我家己。我呀，当我有一天我崩溃了，我还发现我所信的上帝，我无了解这个上帝，所以我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要讲，就过去我捌伊，我捌的这个上帝，我帮你，我定心来。求你提示我，渐渐在迄个过程内面，我开始内在意识、内在生命、内在生活，我开始明白上帝伫即个所在讲，咱做伙读好无？教会公民是啥物？是咱建立上帝同在的所在。教会是咱。领受天父恩典的所在，是咱得到真理的所在。第四点，听到这并相传的所在。这个过程内面，这十年来，我对这四个方面的，听到教会透过得到真大的帮助，嘛真大的体会。那即马来，我嘛锻炼表达，在这个内面。经历这个上帝，上帝的同在是不三时的哦，二十四点钟，每时每刻，真侪时阵是咱袂记哩。上帝同在是无离开，是咱离开，是咱离开。咱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。我要请，我刚要当请。三个人起来决定更好。三个人，而且一直爱伊，小鱼甲伊秀。哈哈上帝甲咱伫地，咱知影讲上帝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拢永远甲咱伫地上帝，对无？上帝甲咱参合伫个，我若是食红菜，我用小鱼来做，这个是小鱼的过去，这个是小鱼的后来、将来、未来，好、哦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 ，OK， 过去已经经过了，对吗？所以恁的手牵手 ，OK， 然后小鱼内底有心，内底有足侪愿望的，吼、哦，咱拄仔讲的，迄、那个冰山下面有足个渴望，对无？渴望嘛，所以渴望。迄、那个意象里只渴望伊个教会，渴望里只对无？所以呢，伊期待伊会当为着行伊个未来是伫上帝内边内面，因传是真荣耀的，真平安平安呢，是真啊祝福家己嘛祝福别人。所以这个时阵伊行，咱拄仔讲过去，咱的过去是拢。对咱拢就拢是好的吗？吼、哦，一条旧的观念搁伫咱内底对无？一寡内底的较无合理上帝嘛，伫咱内面对无？即伊的帮咱啊，也是会来甲咱阻碍咱，阻碍咱。所以伊行两步，这个过去安那，有一步，对。伊搁较努力，搁行两步，啊，搁来。搁溜一步，有可能，伊会感觉这个所在伊会种矛盾的对无？嘛就挫折的对无？明明我着期待遐上帝给我的，上帝给我的稳定，也是上帝给我的吉祥，也是上帝给我的命定命着，吼！伫迄个所在，我着用为迄个徛，是安那我咱行袂到迄个所在，因为过去咱的伤害，咱并无甲伊。处理，咱想，咱过去，咱讲，咱要放落对无？
毋过真侪时阵，咱放落无外久，咱着搁安怎？咱若熟练的时候，咱若是啊真正亲近上帝时候，咱会当放落。但是有滴仔咱学当当的时候，搁有一寡上代志，互咱去想起讲，过去我有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但即马就成共款的事，着安怎？搁连接起来，所以要安怎？这个部分，咱话会当讲的就是啥？无好的，最好爱带咧，伫咱的里面往前行着。无好，咱就是爱切断、砍断对无？切断，要安怎切断？切断就是饶恕，对无？要安怎切断？爱认罪悔改，若是咱家己做唔到，爱认罪悔改，对无？咱因为别人歹款待咱，伫咱内面有一寡苦毒，会袂？会臭水沟啊，对无？愈想愈是愈硬，才拢变作臭水沟伫咱内面。所以咱爱认罪悔改。咱若是别人歹款待咱，咱就爱饶恕。所以咱过去无好诶，咱会当甲伊砍断。所以呢，咱会当真自由，行到咱诶未来。阿妹吗？所以教会在咱的内面，咱要接着教会，咱要得到上帝同在，真重要的是真理啊，真做咱的根基，真做咱的条件。在咱看未到的内面，过去在咱心内底遮，上帝拢要真做，伊的真理拢要帮助咱，上帝的话语拢要来引领咱，阿妹吗？等一下。我伫过去即十年来，我不断伫即个过程内面，我修复，啊，我嘛家己自我的洗茶，自我的医治，哦，这样的就整个课题课程吼，伫遮咧学帮助我。我即摆会当真欢喜，甲我的老爸甲老母做伙，我嘛真会当祝福我的老爸。我老爸我真欢喜，是我老爸后来啊，伊搁转来伫教会。真多真好，伫教会服侍。若是伫我的内面，我想到，我毋知咱当中间有偌济人。你的爸老爸伫你内底有段时间，伊对你是一个是无好的影响的时阵，有迄无好的记忆，真歹款待你。也是你想到迄站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足袂得过。然后。咱有上帝稳定伫咱个内面个时阵，即个稳定，咱敢有法度转去宽待遐个恶歹宽待咱？即个稳定，咱敢会当施落伫遐歹宽待咱个嘛？即个对我来讲，即嘛是上大个学习，也是我真愿意学习。所以足侪人，我个上帝个囝儿拢会甲我讲，因为阮个教会拢叫李玲姐还是文哥，伊拢会甲我讲：“李玲姐，你是有法度，遐尼大爱心，会当容忍别人安尼对待你。”我拢甲伊讲：“因为我的内面的底啊吼真大，我内底宽广，我的心若是真恶，真侪是真，人别人要冒犯我真简单。”真紧就戳到我的边了，对吧？因为我看你，伊真紧就戳到我的边了，所以伊若戳到我的边，是我情绪的来，我感觉的不好，我的观点的来，所以我的行，我表现出来行为就是生气。好，我袂当见证神的，我敢呐，有可能我一边见一边建造，一边摧毁，有可能无？可能。所以我讲我学习。过内在生活，包括我自己来面，是不断的扩大。所以当人伫即个内面，伊会当做伊食，别人会当食做伊家己。我知我有偌大的宽度，所以我可以当包容他。咱的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拢是咱教会牧师的同工，咱每一个人拢都爱学习。教会别人
幕后荣耀大过于心前。咱每一个人真正就是爱放下，咱每一个人都爱是将咱心内底的这个宽度加宽。人看袂到，不过这个看袂到，却是承载你上一个注视。伊是根基，伊个根基有偌宽，有偌深，低处到你诶偌在会跳上，会当跳偌高，会当起着偌大个厝。只是我嘛要搁请玉林师母吼，玉林师母吼。拄则我咧讲，原来即个说，拄则我咧讲是啊，咱个老鼠吼，我用搁另外一个画面，予咱会当了解吼。有一天吼，玉林师母吼，伊。讲话得失不挂，我著甲藏伫我诶心内底。啊，藏伫心内底时阵，我若想着时，我著无欢喜，吼。啊，我若行到倒，因为我并无老鼠伊嘛，所以我行到倒，伊有对我行未？有哦，伊拢对着我哦，伊看无，毋过拢伫我心内底哦，我著是拢拖伫伊。吼，行到倒，我行到倒，伊对我倒。啊！我去肯定，就对我去肯定；我来美国，就对我来美国。当我想着想，哦，心真紧真气，对哇！我跟人别人咧讲，想讲到伊想心一百火，伊敢有离开我？伊无离开我。下面你敢知？上帝下面咱讲，当东离西吼，有哇，咱个过犯离我们有多远，对不？上帝下面咱。我那真不敌下面，下面得罪人。主啊，你都不知，伊偌宽歹宽大，敢注意予我话无话面子，你敢知？伊伫正人个中间讲甚物话，你敢知？主耶稣讲，伊带着伊罪，也无你带个罪，会重会重，是无？所以。这个过程内面，咱的心袂当谦，咱真侪时阵，咱袂当真侪啥像耶稣的宽心，咱要安怎做呢？我请宣信牧师来，宣信牧师当作伊真侪耶稣吼，祝福，祝替我定时给对吧？哈，所以我会当做是啥物货？我甲这个吼，我甲伊。所以呢，我伫自由，是吗？主要说要安怎宽，要安怎对待玉林师母，还是耶稣？不是我，伊得罪我的是属性，是属性。耶稣并无跟我讲这是，我的否认属性，总是这个属性，我会当伫主耶稣的内面，我。下面，我伫自由了，我就无阁讲无好，伊对我的影响真侪，我的情绪，我多人看冰山上行为的影响，有可能我想到时阵，过去三年都无放落，过来呢，有可能三个月想到三个月，过来呢，有可能。我确定三礼拜哦，愈来愈浅，有可能三天，你发现哎，愈来愈无，到尾啊嘞，这个伤害我用温意，用温去行代志，去行代志，发生，我若用温去行代志发生，我得到自由。真侪时阵是咱无用温对无，咱无用温去行代志对无，所以咱的心咱就被冒犯了。被冒犯的一定有一挂行为产生，
一定影响到咱的生命。咱一世人，我安尼咱咧讲，生命实在是真短，对无？尤其咱在座，咱拢已经到60岁、70岁、80岁大部分啊吼。所以，伫咱来讲，哎，我感觉今仔上帝咧甲咱讲，咱应该放下一寡咱过去无放下的，咱来放下过去，咱无法度来赦免人。今仔日这个所在，我甲大家分享是分享我家己生命怎样伫这个过程内面，原生家庭的内面，也是我哩，伫我原生家庭了，我带到伫皇家内面，我遮个不容易的代志，我怎安怎，我一项一项甲伊帮助。谢谢。亚叔来叫我带伊啊。我真欢喜啊！我的婆婆嘛，伫整齐教会，我伫江淮顺，伊讲我要听，我要起来支持我的媳妇，所以伊伫我的教会内面。后来我教会真大，我无法度，我感觉伤济啦，我无法度会当食，会当担当，所以我请义务牧师啊，台北台中牧师做义务牧师，吼，义务牧师当来伫江淮。我的婆婆教我做会，当我婆婆来上一个天父的爱营会时。我是负责讲，父亲，地面上的父亲，安来影响我，唔办这个上帝。啊，我安那老经过老树地上的父亲，然后我定心唔办这个天父上帝。一刻上了的时候，我迄天的宴会结束了时，我婆婆起来做见证，伊徛伫证人头前甲我讲一句话，讲丽玲。阮家伤害了你，皇家需要你，然后跟妈妈以你为荣。我相信，都阿人讲，冰山下上帝创造回来是，咱需要被认同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要被肯定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。我真欢喜，因为嫁到教会，所以我的家庭，不管是我的原生家庭，是我的婆家、吼夫家这边，我的家庭。教会的缘故，因为天父上帝，因为这稳定真理在我的内面，因为教会的成全，让我的家庭会当真好的起座。啊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婆婆现在在教会真火热，伊参加小组叫做热灵小组，热灵小组拢讲台语，阮内底足侪听无国语的，啊，毋过逐礼拜拢在做礼拜，啊嘛是洗礼，嘿。然后，伊在分享时，伊嘛分享，伊讲你着听无讲今日骨头方言。然后牧师也咧讲举例吼，见证时，伊拢听。我感觉讲，真理伫一个教会内面，互人关系得注意，伊对金钱会当得注意，伫上帝话的话语领受嘛会当得注意。伫这个上帝的话，咱拄来讲。上帝话要安怎伫咱个内面会当真真实，互咱会当领受。四无共款个四个土地对无？四种不同土壤，有可能即久上帝即礼拜牧师个真理放伫咱内面，那像压伫路边嘞，有可能无？冇可能压伫石头顶，有可能无？我听袂入耳，即礼拜牧师讲到遮无，我袂佮意听，有可能无？这个真理对咱内面一点仔影响咱都无，但是咱也是谦卑，每一个礼拜上主啊，我今仔来做教会，一直有话语在要对我讲。当咱谦卑的时阵，这个话语就是咱心内那像核桃同款，这个真理在咱的内面真多真好的真知，里面内底伊会当得出真多的规矩规矩来。我咱每一个人，伫这两天的营会内面，咱真侪一个好土。咱这个时阵，咱愿意讲，主耶稣，我真正，我愿意来赦免所有得罪我的人，让我的心起码定真侪一个真清、真清的心，也让我的心内底那像外口的湖水同款，较平静。不断的扩大，让我会当
将这个真理刻入我内面，让我的教会，因为我伫这个教会，我的教会真多上帝你荣耀的所在，咱三个人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听到你的牧灵的见证，真多我每一个人心内底的提醒，也真多我心内底久久，我有真多的疑问，总是今仔日我得到一个智慧。主感谢你，予我回想着阮过去学堂读的书，回想着阮过去，阮怎样受人歹款待，总是只一时，主我愿意将遮的事放伫你的内面。我敢会当邀请你继续目睭开开，我邀请你把你的手伸出来，那像咧捧水共款。你即摆想？过去有偌济人伫你个生活内面，你个成长观念，伊真正对你真无好个看待。遮人嘛有可能是你至亲个人，通常是至亲个人伤害咱愈济愈深，总是今仔日是咱要甲遮个事、遮个人，咱拢放伫主耶稣个头前，咱要交予主。就像像刚才那个画面一样，我们可以得自由。你自己细声说，主耶稣，我交给你。当你交给主了，我邀请你把你的手骨放在你的心里面，心搭在你的心上。主耶稣，当我将这些事交在你的时阵，求你圣灵继续充满我，也过去我因为这些事，我有一挂情绪，我也讲过不合宜的话语，得罪了你，就这时我也在你面前认罪，求你赦免我。主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要洗净我一切的罪，以赦免我的过去。我感谢你，在你的内面，我们得到自由；我在你的内面，我们得到更新。我感谢你，充满我，将平安放在我的内面。将喜乐放在我的内面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上尾我要讲一个意思，我来即几天，我才来五天吼，啊，不过我做足侪代志。有一天我去试人个新车，叫做什么话？特斯拉，甲语文老师的同学吼。你感觉哦，我坐伫车顶吼，迄味是咩味？新车的味，哇、哦！新车味你拢闻出来对无 ？OK， 你坐伫两年久的车，你伫边车顶还阁有新车味无？两年久应该还阁有啦吼、哦。啊，你若去到五年嘞，我想是无新车的味对无？闻袂着新车味，好不好？你甲隔壁讲，你永远是新车。是安怎讲呢？咱这次都想祈祷对无？在基督里，我们是新造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那上帝，你啊，先跟来对一边来讲，讲讲，我们需要日益更新而变化，所以咱每一工都应该是新的。所以别人对咱的生命应该要凭着新。你激动在对新的旁边对吧？那永远都会使让边仔的人凭着新的生命，所以家己隔壁讲，你每一家拢有新的生命。
感谢上帝，愿意跟来归上帝。